电视剧《恨君不似江楼月》是由何树培执导，毛子俊、易伯辰、郭书童、陈允春等领衔主演的民国剧。该剧讲述了暴力警察江月楼与良善医生陈瑜之在乱世中彼此救赎、互相扶持成长的故事。这部剧于2021年3月3日播出。